就是要说让众生能升起信心，这个摩诃眼的信根怎么样升起呢？有五个步骤吧，五种次第吧，把它分成五份，一下就都标题了啊！说成五份嘛，一下就一份一份解释。一者因缘分，二者利益分，三者解释分，四者修行信心分，五者劝修利益分。标出了我所要说的，把它分别来说，分别来说。这就是说我照这个论的，因为什么因缘，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了，必须有因有缘了。所以问呢，你有何因缘而照此论呢？这个意思呢，就是马明菩萨他照论的时候设着一个假设问答了，他自己问自己了，让人家好明白。照这个论呢是什么因缘，你要想照这个论必须得有个因呢，一切法都是孤独地升起的，他得对着外头必须有这个警戒相啊，你要升起你的心呢。那马明菩萨就说，照这个论的，我照这个论的因缘呢，不是一个两种因缘的，有八种因缘，因缘有八种，这都是标明的啊，下头才说他的道理。第一个因缘，总说吧，我照这个论的目的的第一个因缘是什么呢？因为众生都在苦中，我让他们离一切苦得乐，离苦得乐，得的是究竟乐，不是世间的名闻利养。这叫马明菩萨他自己说，他说我照这个论的呀，不是求世间名利啊，而是令一切众生离苦啊。照论的主因，主因令众生的离苦，苦我们总说吧，大概是总说是两种，一个生死，一个变异。要分别说来呢，那苦很多了。这是大家学的名相说，一直到八苦啊，我们说八苦交煎呢。这二苦啊，三苦啊，四苦啊，五苦啊，那是八苦，就是一切诸苦吧，一切诸的苦难，让他都能够究竟成佛，究竟得到解脱，证得涅槃。得究竟乐，究竟乐就是成佛果了，究竟乐成佛果。这总说我照这个论的目的啊，是一向众生离苦得乐的，让一切路上等个都能够究竟成佛，就是简单就这么一句话。有这我照论的目的，不是求世间的名闻利养啊。那么如果是一般的人呢，做一件事儿，不是为名啊，就是为利，为利就是为财，就求名利。这第一种总的因缘就是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那第二种呢，想把诸佛的最根本的道理显示出来。我把这个诸佛的他所成就的
最根本的义理跟一切众生说，那就令一切众生他产生一个正知正见，不是前头那个邪见啊，出于舍邪知，这个不是的，令一切众生生起正解不谬，不谬。这个在经文里头都说着呢，说一心呐、啊、二门呐、啊、三大呀，这是真正的因。说一切众生，三贤位菩萨、十地位菩萨，十地位就是圣者了，三贤位的菩萨是贤者了。这三贤十圣前头的都有虚妄颠倒，都是六解，六解就是解的不正确。啊，对这么众生的一切的我知啊、法知啊，大乘经典里头说你在这个初发心的时候，因地要是不真，发心不真的话，那你的果是证不到的。因地不真，那果呀就果招迂曲啊，迂曲就是达不到目的。说我们在我们那个，就是我们诸位的同学吧，出家有的修行一二十年了，乃至学佛法学了六七十年了，还不能产生一个正确的知见，就是你看问题呀、啊、总是不那么正确，总有偏差。那么从学习起心论呢，就把我们这个偏差就纠正过了，产生正知正见。什么叫正信，什么不叫正信，那这个论就是辨别这个的。说你所信的呀，不是真正的佛所说的，很多的在这个四相之中，在警戒相之中，现在不能产生一个真正的信仰。我们举例来说吧，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60亿人口，大致是这么个数字。我们佛教徒大概有1%，60亿嘛，6000万嘛。这6000万之后，这我说的数字很大了，可能没有这么多。我们说五大洲，非洲根本没得佛法，欧洲现在刚有，美洲没有，澳洲没有。佛法就在我们亚洲，我们亚洲有好多个信佛，从这个信佛的能够真正正知正见的能有好多呢。你经过你这么一料检一筛检，正解不谬的很少。我在西藏跟我一个喇嘛道友这样辩论过，我对个烧护摩，烧护摩，烧护摩供天，供护法的，供酒，供肉，西藏的大殿里头供酒供肉。这大乘教义里头也好，那小乘教义更不要说了，遵守戒律，究竟这个是正确是不正确的？比如说这个密宗密法，
我在西藏是住过十年的，我不是随便说的。那秘方，说说种种法门。西藏是以文殊菩萨为主的，我们用文殊菩萨十大愿王对照，文殊菩萨十大愿，我向我们诸位道友都念过。你去分别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不正确的，这都是正法的。我们现在就是亚洲所存在的佛教，斯里兰卡、泰国、缅甸，他们属于好多是南传佛教，它叫南传佛教，他们这才是真正佛说的。这么汉地佛教，据他们说，我们是伪的，虚假的。密宗他们更不信了。日本的佛教弄的这个信徒们是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，显教、密教啊什么，就是产生真正净信的。那么上来我说过，说大乘起信论是伪造的，那么研究它中间论里的所说的道理，不管它谁造的，它的道理说的对啊，我们就依着它学；它道理的不对，就是佛所说的那假借佛说的，不是佛说的，真正不是佛说的，那叫伪造的。那么道教、神教什么都夹进去，我们中国叫道教，西藏不叫道教，西藏它叫它自己原来的西藏的教义，跟印度那个本来的外道的教义、外道六师的教义，现在混淆不清。在西藏是这样的，那你学学他的菩提道次第论吧，那就他就可以说明了。他那合乎菩提道不合乎菩提道，你自己有智慧来辩论。如果你依着这个马明菩萨所造大乘起信论，你是正确的信解，理解这个住大乘经编所说的教义，你自己如果有了智慧化，你可判断这个对或者不对，就是正知正见、邪知邪见。因此呢，这样说那个令知众生正解不谬，众生的正解就说你这个论是假造的，这叫正解不谬吗？但我们依着他教义，依着他所说的，他这种这个因缘，什么因缘？什么叫邪知？什么叫正知正见？你先分别吧。什么叫真正的信心？这部论呢，只是叫我们产生的真正的信心呢。起信嘛，起信叫你产生一个正知正见的。那大乘起信论多份是依着华严经的，就依着他这个信吧。摩诃岸的法堪印不退信，信这个信心是依着华严经说的。那华严经讲的十种信心啊，一者是信心，二者是念心，三者是精进心，四者是慧心，五者是定心，
六者是不退心，七者是回向心，八者是护法心，九者是戒心，十者是愿心。十信满了，这个我们不详细解释，这十种心很长了，也是这十种心呢很长，华严经解释这十种心很长的，所以我经常的引证这十种心，有时候我没全引证，就是个信心，觉知前念起呢，能止息后念不起者，这真正有信心的，他再不做那了，他起个念头，心里一个念，像这念头不对，这个念起的不对，他马上就把它截止了，不让他相续再去念，当然就没有行为了。如果是能把这个念见会定不退回向护法戒这九心满了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完了，这十种有这十种信心了，你才能说三种的发菩提心，愿离世间呢，大悲心呢，般若心呢，这才能趋向佛道。这些个都是助缘，助你的成长正知正见。前进心都具足了，而不发起大愿心来度一切众生，还不能入住，不能入住。住是三贤位的菩萨相信见法性，那这个时候在实住的初心叫发菩提心，就是真正的发菩提心。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证得，他只是相信。相似见了真理了，还不是真正的证入真理。到这个时候，实心满心发菩提心的时候，入初住的时候，住就是不退了。大乘的三贤位的住就是不退了。住、行、相、地，一直到妙觉。这都是由他的信根的增长的而且得到的，信的根本的意义是在这里。你连信都不信，你怎么能进入呢？说我们那个发菩提心是虚妄的，心要心而已。像我们这个第四种第三种是令他善根成熟的了，他不退信了，入了住位，登了初住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善根又微少，信心的不足，还在修习信心的阶段。那我们修占察忏呢，就是坚固我们的信心呢，沾茶我们业障消失好多了，我们的这个善根深厚不深厚啊？那我们用沾茶轮就告诉我们了，我们现在的呀，根本的所行的所修的还是在信心的阶段，遇到挫折了，遇到危难了，业障发现了，信心退掉了。在三天之内，我接到两个弟子向我打电话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怎么办呢？我五戒全犯了。”
两个，一个是厦门的，一个是深圳的。那你受戒的时候，你怎么这五戒全犯了？所以一个信心很难呢、啊，很难呢、啊。四宗戒同时犯，虚报，虚报就是向上级虚报啊，领钱呢、啊。他说这算不算盗戒？我说当然算盗戒，这就是盗戒，不该你得的，不是你得的，你不是盗吗？而你这个盗的时候，还不从一个人身上解戒，从很多人身上解戒的，盗业很重的。别说跟朋友去喝酒，喝完酒了去嫖妓，得杀盗淫妄酒一时全犯了。喝酒时候吃的海鲜呢干什么的，就是这杀业嘛，但是这个不是纵，不是纵也犯了，杀戒也犯了。这种没的信心呐、啊、能有信心吗？不容易啊！现在不论比丘、比丘尼，我所知道的，有的是我的弟子，有的是我的学生，还俗的很多。他把这种的学佛、出家、修道当成儿戏呀、啊，不是很重视的，没有把它看成这真是生死的根本，不得了。犯了要下地狱，他信吗？连这个因果都不信。我们不要把这修行信心看得很简单了，很非常的重要，不可能的。说过去古人有这么两句话：慷慨赴死意呀、啊。从容守土难呢、啊，让你一天在生活当中遵守戒律很难呢、啊。你说舍身供佛，或者就像到战场上去啊、哦，拼命去是吧？死了就算了啊、哦，都容易。我经常举那个例子，我们在厦门时候，一个他来出家。他父亲就在福建宁德地区当党委书记，他妈妈是合作社的书记，这样一个家庭，他出家他父母怎能允许啊？他独这么一个儿子，他在他父母面前拿起菜刀把手指头就剁一个，那他父母就吓坏了，好吧，出家去吧。他就到南普陀出家了，说家里天天烧纸烟，当然不行了。我们那庙站老法师就说：“你烧纸烟，我们这不收留你了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你剁手指头都能剁吗？连个纸烟还戒不了啊！”哎呀，他老法师啊，不收，心里难过得很呢、啊。说那剁手指头冲劲儿。一时的把它剁下来，大家知道，当你发心出家的时候，勇猛心好发呀，持久心就难了。在日常生活中锻炼磨练你，你不起贪嗔痴念，那内心了断了贪嗔痴念，谈何容易啊！每个人都自己要面子不肯说而已了，内心里包藏了很多不可对人言的事儿，这能成道吗？还怎么能解脱吗？说的很好听，做的是另一回事，说跟做不相合。后来我说这个小和尚到我们的后山那个石头碑上写个打油诗，文才还不错，说在家不如意呀、啊，和尚更难当。
说妙老一声吼啊，去留两茫茫。留这儿吗？走吗？后来他还是回去了。说大家不要因为啊，这个信心呢，我很信了，我还修行什么修行信心呢？信心过程很多呀。当我们思想起坏念头，你能够不相续吗？就是前念起呢，能只是后念不起者，这才是初信，这叫信心。念心很难呢，我经常跟大家说，我好好把你念头看住，反正起个胡思乱想的念头，这叫念心呢。你一天想念什么？你思念的是什么？那个念念念三宝吗？都要自己呀，啊，约束自己呀。同山道友、师父、法师、同学的，谁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自己要把你念头看好。如果念头看不好的话呀，你会一步一步走向犯戒，走向堕落，走向地狱。还不是说你死后堕地狱，就你生前处处不如意，你看什么都烦恼。当你心不在道的时候，你觉得一天都不如意。那你在普陀寺是住不住了，能住住就是不错的。如果能收回来，这是念头不对，把这个念头收回来，那就对了。这是信心念心，信往前进一步，念念不背三宝。我们这个信心的实信心很不容易啊，从初开始起。所以这个大乘起论就是论的信心呐，你大乘起信嘛，为什么你相信自己是佛呢？他就警告我们嘛，你就是你信了佛了，相信是佛了，自己本就是佛，那佛干的是什么事儿？就是化身佛，他一天做什么？那你应该做什么？精进心是让你把你念头看好。所以说令那个第四种，令那个善根呐、微少的众生好好修习修习信心吧。不要因为我们出了家了，也受了戒了，还能说没得信心吗？那是你自己的因为啊，你仅仅是先开始啊，先修习信心，信心吧。这个信心呢，就说你向道的因，向道的因呢，有了根了，有了根了。以这个信心来做你的向道的，以这个因，再加上外界的这个寺院的道友们的助缘，使你这个能觉的心，跟你这个一切所学的法，跟你的思想的行为，结合到一体了。
那你渐渐的才能向前进呢，向前进呢。要是实信满了，满了应当记住什么呢？那就是自己的真如的法性离体，自己信了，信自己跟佛无二无别了，建立这种信心了，大乘起信嘛，相信自己跟佛无二无别了。这个信心很不容易啊，有这个心，这是因呐，还得有缘嘛。老僧跟我们大众的师父共住在一起呀，这就是假缘呢。你这个信只是个因，还得假三宝的缘，这才叫大乘的真正的信心。我们自己都可以回光返照，问问自己啊，究竟我们的信心到什么程度？为什么用沾沾散的业报经啊？你才知道你的业障究竟存在好多，不然自己自高自大的，我现在在这出家了十年了二十年了。我出家73年了，我感觉还什么也没得到，信心还没建立起来。我说我在这学习啊，我跟大家学习，就是我要想学习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说第五种给你显示方便，怎么样消除的讷业？讷业就是障碍，怎么样散乎其心？远离慈慢，慈是无明、无知，没有智慧。慢有好多种，慢有好多种。明明不会，还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大乘的信心没有。有的人还说：“啊，我顿悟了，我修行好多年了。”是骗自己呀，自己骗自己。要有一个不骗自己的，我愿就很了不起了。自己都骗自己。我们障碍本来就很多，升到这个末法的时候，外缘都是障碍。不是真上缘，不是帮助你能够把你这个心念护持好的，这种缘很少。大家不要在普罗寺里头住着，那感觉很舒适，但差不多吧。你离开看看，你到别处个到别处的道场去看一看，特别那比丘尼，你大陆与台湾算是还是道场还算好一点的，到别处去看看。我们很多道友到泰国去的，我没到过泰国。看他南传佛教是什么样子，有些个自己讷业的业障很重，根本是心念一天糊里糊涂的，妄想纷飞的，完了还因为自己了不起，这就叫慢。这叫无明，也叫慢，叫愚痴，就把那邪见的网啊，把你网得很深呐、啊，没法钻出去。完自己还认为自己了不起呢，
没学法的人不说了，学了法的很多年，而且还给人家解说，而且自己教闹的我骂的不得了。其实在邪见王里头，就是在邪见王里头，这个就是告诉你了，你把你的业障消一消，好好忏悔，就是给说你要想消业障忏悔一些个方便，完了多拿那个佛所说的教法来对照。对照什么呢？那是镜子啊，我们自己的脏看不见，拿个镜子照照看看你脸上还有什么污染。那么我希望我们同学的，我这个讲嘛临时解说一下了，你自己要入心学了，多起关照，关照就是让你多思维多想，想想想想我自己呀，是不是进入了，是不是有信心大成清净信呢？不是说我心要心呢，剃个头穿上一个和尚衣服就是有信心了，不见得，好好想想吧啊。